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阿弥陀经》。希望神地些，大家搞啥？咱继续过来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啊，经中刚刚开始啊，东方有佛，阿丘比佛；啊，西方有无量寿佛，阿弥陀佛。是东西南北上下拢有佛，意思就是讲，咱一个人的身躯边。头前、后壁、左边、正面、面顶、下面，拢有大智慧、有各家的人啊，拢有各家的这菩萨、这佛、善地些。所以咱一个人伫世间做人处事，咱爱真注意，咱唔通想看过。前有现人啊，后壁嘛现人，左边嘛现人。下面嘛，现人，咱四周的人拢是有现人啊，所以孔子讲，甲咱讲，三人啊，必有五师啊，三人行，必有五师啊，三人在行中间啊，必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，千真万确。人唔是万能，人唔是讲逐项拢会捌。所以咱做人处事啊，哈，咱就爱有谦虚，万事不易啊。哈，咱心有智慧，咱唔通骄傲，咱绝对唔好骄傲。你若骄傲者，有当时咱就踢着铁棒。往往咱身边一个你看真无用的人，事实伊的尊重伊捌的，咱唔捌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经典在给咱启示，在给咱教化，叫咱爱谦虚、谦虚、谦虚啊！咱面头前所看到人，伊凡是啊是一个大菩萨，一个佛来化身。啊，伊所办的咧，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医疗、医学等等咧，啊，伊办的嘛真济。咱后壁嘛是有种人，左边咱出去看，左边嘛是，正边嘛有啊。所以，好啦，讲这部经是非常非常的殊胜。咱若去了解了以后咧，咱自己咱会谦虚落来。所以，咱开始讲东方，东方就咱正手，我就为东方；南方是咱的脑，北方是咱的脚尾。西方呢，是咱的舵手；东方属木，啊，木火通明；东方是咱生命的原动力。啊，日头、太阳，啊，甲这个地球，透早呢，这个地球转的时啊，一定向东方。东方的光呢，直直照，直直光，直直照，予众生无限的希望啊。所以，东方的佛之名。定名为阿丘比佛、须弥相佛、啊大须弥佛等等咧，哈，这些佛的名，所以啊，咱爱注意，咱爱注意，伫世间的时，咱爱谦虚、谦虚。啊，咱若太过自满的时啊，有当往往的，咱家己无楼梯好赖，到时阵啊，咱怨叹一世人，怨叹一世人。曾经咱有一个信徒。伊咧是我那算读高等教育的人，啊，伊咧讲话啊，逐项感觉拢是好，伊上高，看不起任何身躯边的人。有时讲咧，伊出门，啊，出门一条咧，条到咱台中头班溪啊，迄所在，
啊，跳诶，到头房溪啊，啊，到落到边啊，就溪啊，溪啊，哦，伊就真紧张啊，真紧张。啊，看了一个人咧，吼、啊，38岁人咧，精神那是有问题，一直个笑笑笑笑笑笑咧。哦，迄啊，佫佫那袂讲啦，唔讲，迄精神佫有问题。哦，即、這个咱这信徒咧，伊就足气，那拢无迄种人咧来甲斗相共。那么，这个精神有问题，这没关系，小代志没关系，好，一足气的，是安尼没关系，小代志。这我车就跋了半钟啊，啊，要来好没关系，小代志。哦，是不的啊，这个人你看安尼，奇奇怪怪，猛喊啊猛喊嘞，喊到头半天入嘞，啊，一时啊嘞叫十外人，哦，啊来个，迄台车个倒塞起来，倒硬起来。啊，所以安尼以后咧，那些信徒咧，伊种咧过去看不起人的习惯，伊种改掉的。啊，有一天伊来哈找我家收囝，再问我老师啊，吼、哦，我较早吼，拢想我读册真牛，吼、哦，感觉真正好多了不起，注意了不起的。我自发生这车祸，讲话听，以后咧。伊对任何人拢会尊敬，对一个企业家、长辈，伊拢会尊敬啊。所以咱一个人伫世间呐，咱爱捌代志，唔通聊聊，感觉家己上敖。你若感觉家己上敖的时啊，咱有一天会食着见啊，食着见。各位是方是利息。啊，咱佛经之妙，咱应用伫生活之上。啊，佛经之妙咧，你用伫咱一脚步、一家人之中，咱用非常非常的受益啊。所以东方咧，咱阿弥陀佛，咱正规个就讲四五讲个阿弥陀佛咧，哈、啊，你咱过来学习一遍。阿弥陀佛咧，一生就会法门。如何让修行成阿弥陀佛的伊个高位咧？第一，万字不易的修养；第二，以谦逊引起共鸣；第三，不骄傲成实为人；第四咧，谦虚者心境安详啊；第五，以德服众皆成佛啊；第六，欢喜喜悦。安乐，将安乐，就是将自己所修的妙法咧，传予大家知啊。哦，这所有的菩萨啦，所有的神佛啦，上伟大就是安尼啊。要咱真正学校的老师教授，因的伟大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。伊希望囡仔咧，啊，会当好啊，迄个教育伊，教育囡仔后摆咧，伊会当成为有用的人。伊希望囡仔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能教好成为社会上的栋梁，成为国家的主人翁，这拢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！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所以我就先问起啦，我看了一挂老师、校长因来的时。我非常的赞叹因的功德，啊！我恁好好教育社会安定，靠老师的恁的慈悲，靠恁大家的共同来教学后一代啊！所以当讲有阿弥陀佛嘞，后来有须弥相佛，啊，有须弥相佛。啊，是咱的易经来详解咧，啊，用伊易经咧了解古早人伊生活的法则咧，就是飞天大有啊，金玉满堂啊。好、啊，第一咧，以和为贵啊，以和为贵，功德善人，中庸正道，自立自修，啊，礼贤下士，敬信君子，反省忏悔，应无在业啊。生信为本啊，因为平者，六啊，万万事不得生佛之道。都正咱的四明相佛嘛，嘛个咱万事不得的修养。那么以何为贵？何是最重要呀？以何为贵？人甲人中间呢，咱爱有和和气气，咱自然就是有智慧。贵者，好多智慧呀。
以和为贵，贵家就是智慧，哈、哦。以后为贵为智慧啊，这个话非常的重要。若是咱若不要以后为贵的时，处处跟人结恶缘，哈、哦，跟人聊了代志嘞，哈、哦，放不开、放不落的时啊，咱就无智慧，跟人去惊呀，去颠倒梦想、去烦恼心的时，咱头壳都砸掉啊！一砸掉嘞，咱无智慧，无智慧嘞，做代志。叮叮答答，做代志啊，糊里糊涂；做代志咧，吼、哦，就处处会崩壁。啊，而且做代志咧，吼、哦，处处咱会吃亏啊，吃大亏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的公司嘛好，啊，也是家庭嘛好，团体嘛好，咱拢爱以和为贵啊。你若不要以和为贵呀，那么成为有智慧的人都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咱常常出去人道，人会变只以和为贵。曾经我去一个信徒的道，啊，车内底呢，大人们呢，啊，人上一遍真大的只以和为贵，但是这口罩呢，啊，人呢，啊，有的是真谦虚。但是有的是真骄傲，所以造成啊，一个人啊，哈、啊，伊个心态会袂平定、袂平衡，啊，袂安详，袂安详呢，啊，那袂学以和为贵，事业拢拖拖拖啊。那么做事业的人，你一定爱以和为贵，人人嘛好，好功德善缘啊，爱功德。善缘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咱来知哪个人会斗阵，是有真好的缘分才会斗阵。哪个人中间呢，一定有生生世世有逃未开的缘分，拢是善缘。那么，咱哪有迄个权利对人撩面、青面、撩牙呢？咱根本都无这个，哈、哦，无这个权利。咱若了了对人以这个以和为贵的时啊，人就尊重咱。咱若以和为贵的，人会甲咱斗鼓励，甲咱斗赞叹。相对咧，咱看人以和为贵的人诶，咱爱甲赞叹。咱若感觉这个人无心机啊，无心机，无心机诶，伊心胸就拍开，甲所有代志诶，拢放伫自己诶心肝内啊。所以，咱以和为贵，这家庭非常的重要。事业要成功，家庭一定要先和谐，阿母一定、一定、一定要尊重你的家庭，才会顺事啊。啊，咱一家中间呢，啊，先生、先生为贵，哦，也是啊，咱先生以心啊。会安详，有智慧，做事业不会损失。啊，咱啊以太太为贵的是啊，太太来讲是咱家庭的财神呀，哈、啊、财神。咱啊对太太了了真够伤心，大声细声，对太太未尊重的人，你这個家庭，你的事业要好牢固，那是真平的代志啊。所以社会现在这么乱，这么乱，哈、啊，偷飞满天飞啊，哈、啊，家家户户。真侪真侪，即了都偷火满天飞的代志，所以咱也注意个看，那偷火满天飞的人啊，伊需要开始准备的失败啊，因为伊业障开始教育啊。啥个偷火满天飞的时，事业未顺失呢？因为伊未晓尊重到另外一方面太太，啊，不要尊重太太者，伊这个就是无以和为贵啊嘛，无贵就叫无智慧，无智慧咧，你逐天精神咧恍恍惚惚，干对土灰场啊、曲曲状啊、行土灰，查某囡仔一撮一行，直直歪，直直去，直直啉，直直跋，直直跳舞，啊，逐项直直去，你事业就一定会放掉去。那么你哪有可能会趁钱咧？来结善缘的真侪信徒，拢有些真侪些歹习惯。我讲，哈、啊，你唔通偷火，你爱认为个偷火是福分，其人之福，迄是其人之祸啊！
哦，这人之祸啊！你若是为福者，你就无以和为贵；你无以和为贵了，你就无智慧，你就无觉着啊！无觉着嘞，事业哪会顺心呢？在咱来结缘的真正信心大德啊，好，经过个提醒以后呢，等于阿母互相相尊重。要尊重某个人，你事业一定会顺失；不要尊重某个人呢，你事业一定一直直叮叮打打嘞。因为查某人为坤，坤为地，哈、哦，容纳大地之福哦。所以啊，咱坤为地者，属财，属财。那个这个乾为天为贵者，为智慧。那么一家互相所尊重，某尊重，翁尊重某呢，互相所尊重啊，财甲贵相传，财贵相传的时啊，咱就有智慧，家财就和谐，事业就顺心，哈、哦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不变的真理啊。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里段落，祝各位。